今日咧对热狼来讲是最高难度的挑战，因为热狼爱上五星级专业厨师看齐。那么麻烦，煮菜就煮菜，又要穿手套。我在厨房就像一只老虎一样哈。这样子的东西呢，肯定不可以给客人吃。你认为客人会付钱吗？他当场就是跟我倒在垃圾桶。用了就把它丢去垃圾桶。周末你要搞到自己这样累了，其实我周末要参加了。花溪厨神礼拜天，你是八点半 ，Astro 花溪台 HD。